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新的生存系列又回来了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Rift Cry， 完美重现 Rift 的中文翻译就叫发快，好像没有翻译一样，发快。对，我把它翻成这个发快生存。我们这里没有鲨鱼。根本就是天堂啊，各位！求救了，完成一个成就了，根本就是天堂，太爽了！度假就从这里开始。首先，在 Rift 的最重要的就是捡漂流木嘛，可以这样捡吗？啊，我干嘛这么辛苦？啊，我直接下去捡就好啦，又没有鲨鱼。拿到宝藏了，游游游一下，游一下哦，游一下，游一下，游，把这些通通拿回来，游一下，游一下，干嘛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里不用担心被鲨鱼咬，实在太爽了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进度好不好？进度它是在这边呢，有一些欢迎来到发快地图，制作的是这个哦，作者是这个，那中文画的人是我。我目前完成了找到铁矿，那跳进海中获得鱼和找到木头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用你的丛林木材扩展你的木筏，就是这个嘛，放下去就完成了。啊呦，啊呦，啊呦，感觉这就是来度假，有没有？度假岛没有木头，自己来种好了。把这个泥土放在这里，然后放我们的树苗在这边，之后我有更多的这个丛林木，我就慢慢的扩出去嘛。在等待漂流木过来的途中，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快捷栏上面有一个写地灵天嘛，那个秋风特别装了这个哦，为了是什么？为了是要来玩100天生存，有没有？时下最夯，打不赢就加入。没错，我们的发快生存就是打算玩100天呐、啊。我要不要游泳去这里啊？目前这样子看过去，这个是唯一有突出海上的岛嘛，对不对？我要不要去看一下、啊？不然。一直在这边等太无聊了，虽然我也可以钓鱼，钓一下鱼，可是钓鱼能钓出什么东西吗？好像也没有什么。照理讲要这样子挖一下，哎、欸，有，挖到了，消失诅咒的钓竿，烂透了，烂透，把这个箱子带回去啊，怎么可以烂成这样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捡到的线。还蛮多的欸，它应该是要让我做成羊毛，然后就可以做一张床，跳过晚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睡觉的话，那原本100天的时间，实际上晚上跳过，相当于只玩50天欸。好像变快了，能做的事情就变更少了。耶、欸，马铃薯烤出来了。其实应该早就烤、我的树，我有树了。可是，一开始要的他要求的不是这个吧？是丛林木吧？杉木，没关系，永总比没有好。又长出来了，又长出来了，又是中间这一颗啊？怎么样？这边的土壤比较肥沃，是不是？旁边两颗都没有长，就是中间这一颗有长。秋风，我呢直接在这边围出了一个11×11的，用杉木材直接这样子围出来啦。那里面呢，之后我有捡到更多的丛林木，我就把它放到这里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这里之后就是我的中心岛，发家的起点。哎、欸，我的丛林木。总算长出来了！哦呦，天然的，天然的雄厚，不用直接剪了，哇，真爽，真爽，真爽！
哦哟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啦。之后，这一棵树应该会再掉树苗，我就可以把这几个集中起来，种大棵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集中集中。第一块终于围完了，所以我剩下的可以继续补在旁边，再补一格咯。好了，全部得你放下去啦，土地没有再嫌大的啦。然后把这些树苗全部种在这个应该是福泽林地，所以我就种在这里，让它在这里长。哇，我们参天的大树终于长出来了！我应该不用再担心土地补不完的问题了。我终于砍到这棵树的顶端了。不得不说，大棵的果然很大。我在讲什么废话啊？砍超久的铁斧都快断掉了。好啦，再继续下去了啦。我想说，既然都在这边生存了，应该要盖出一个伐风格的小屋，对不对？第五天来咯，这才是真正的第五天结束吧。目前盖成了这个样子哦，这边是帮我撑起我家的哦，旁边这边还会再弄一点。Rift 是不是直接用树叶当我的墙啊？我也要体现一下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夜妹来袭了！夜妹第五天来袭了，来打我了！什么鬼啦？在打什么？有杀死夜妹了！击败噩梦！再乱！不要再乱了！不要再乱了！我躲在水底下。躲在水底下，我错了，我要去拿个东西吃，不然我要死在这了。秋风花费了一点时间吼，把这个屋顶结构搭建起来了吼。这个屋顶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工法，让这里有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这样子整个堆起来。然后这边切了一个比较圆角的造型哦，这边要游出去给大家看一下了。之后会在这边那个屋檐突出起来蛮多的嘛，会在这边放一些栅栏做一下装饰啊。好了，我把门前广场重新规划出来了哈，也把这边要建设的地铺的差不多了。目前我在等树长啊，那个杉木原木。长起来之后，我就可以开始建设我的另外一侧的房子了嘛。好了，我把中间这里连起来了。又过了一天了，怎么感觉没盖什么？盖盖拆拆，就时间就过得很快。这里弄完之后，之后我会在这前面。规划种农田可能是在这两块吧，那在外面在这里在种树，对，树还是很需要的哦，田没这么需要，树比较需要啊。结果我们花了一整个晚上把这两棵椰子树种在这里咯，如果这边能放可可豆的话就更像了，可惜不行，目前没有可可豆可以放。奇怪，漂流物的箱子啊，都只有鱼啊，都只有固定的东西哦，没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哦。那我其他资源要怎么办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因为船盖得太大了，我中间这边还留一个水池，观赏用水池。我是不是船盖得太大了，导致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漂流物，都被压在这个的下面了吗？船身的下面，有漂流物。我怎么觉得漂流物好像变更难捡了？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干脆不要捡漂流物了。这个的底下会不会有？
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物资？哎，好像可以哦，直接往下探索。好了，排水作业完成了，没有水了，下面就是我们的石头。哎，所以我石头也不用打捞了。如果下面有更有泥土，我更不需要打捞了，对不对？不过下面有点暗。哎，这里有我们自行开采的铁矿，挖出铁了，挖出铁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自行开采有没有？嘿，挖两个之后，好，站在上面挖比较快，在楼梯上面挖太慢了。自行开采的铁矿，终于不需要在外面捡了吼！哎呦，吓死我！立马死，瞬间死，没死，差几丢有没有？好了好了，我们总算下来这里了吼，可以在这边，这里有岩浆哎，这里有红石，哎呀有钻石，哎，这张地图是 1.16 升上去的，是不是？这里竟然有钻石哎，好了，有钻石就要挖嘛，做一只铁镐下去，哎，莫非是铁镐？没错，直接下去哦。如果是 1.16， 那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大洞窟啊，根本就摔不死，不用担心嘛。哎，我差点忘记我来这边的目的了，我是想要多一点的泥土嘛，泥土可以用砾石变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砾石加泥土变出泥，出泥跟一下就有了，所以看到砾石就相当于看到泥土。哎，有钻石，嘿嘿嘿，我管你是不是，我挖完这个钻石挖散人了啦。我们回到这个有岩浆这一层，这一层应该是11格啦，我们在这边把黑曜石挖走，哎，不是，要先做钻石镐，噔噔，我的钻石镐出来咯，然后在这里挖我们的黑曜石，来了地狱，我们来了！哎呦，地狱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，就是正常的地狱。这个地狱和蔼可亲，好怀念哦！终于找到了哈，我拿这个回去当建材啦，那个装饰一下我的船，我的木筏，对。之后再看一下，我应该要把我的木筏正式改成一艘船，对不对？哎呀哎呀，有猪人，猪来打我了，地狱猪打我了。哎，照理讲，打了这个我就有牛肉吃了，对，猪肉吃了是不是？哎呀哎，不，我太小看猪不兽了，我直接被猪不兽突死了。我决定开始重新设计我这艘船，对。还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上次用了很多泥土嘛，应该把这里补一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很忙的嘛，我没有空在地狱跟他们鬼混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地狱有要干嘛吗？哎，对啊，要干嘛吗？好像没有特别要干嘛哦。那去地狱干嘛？我们的船头正式贴上去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船头。等等，船头还要再往前凸两个，这里才是我们的船头。然后往这边延伸，哎，这样子感觉船超大艘的，超级大的感觉。这里我也连起来好了，我来到上面这里看一下。哎呦哎呦。欸，感觉我的船好像超级大艘的，所以这后面到这里收尾，欸，真的蛮大的，大的有点夸张。我去挖了这个飞鸿木材，就把这个放到这中间这里，然
然后坐起来，坐我的船那个什么练功。好了，我成功把第一根中央支柱的龙骨放到水里面了。哎，龙骨就在这里，可以看到我船身吃水面积大概会吃这么多水啊，几乎就撞到船底了没？这样子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要做什么排水作业啊？之后这边就下面都是我的舱室。可以住在下面，上面裸露出来的在这里，然后利用钩一直延伸到这里船尾的地方，这也是我的船尾嘛。虽然船尾还没有规划，之后再看怎么样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把上面的建筑物盖完，才知道我的船要怎么盖啊？嗯，不行不行，我怕我一兴奋一盖起来，就船就不得了。哎，我们把该放的衡量肋骨、船的肋骨放的差不多嘞，哎，有像船体结构嘞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办法再看了，看了一眼爽了，要上去了。哦呦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些底下的这些空隙补起来，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好像很棒哎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这里全部补起来，欸，照这里补吗？全部帮你，哎呦，放反了，放反了，没放好，全部帮你补起来。那个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一层一层的排水，一直排一直排一直排，把这个水通通弄完啊。我现在能排水的也只有泥土而已啊，这么惨，那我要不要去挖一点沙子啊？那边好像挖沙子也没有很方便耶。啊，算了，用泥土排就用泥土排。终于排完第一层的水了，第一个舱室我还有几个？第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还有四个舱室。我的天哪，已经45天了。啊，我是不是睡觉睡太多了？睡觉睡太多了，哎，怎么办？好难搞。而且这个还是最好搞的，这里还通外面，最好搞哎。啊，其他的还没这么好搞哎。我终于把这四个舱室的水都排空了哦！哇
哇哦哇哦，这应该算是我船最主要的空间结构，对不对？船头和船尾再加进来的话，就差不多了。哎呦，终于啊，我们可以正式的来盖我们的船头屋。把这里，我这个船头应该要比，哦呦哦呦哦呦，58天了，这个船头应该要比这边还高一点吧？这边应该是船身，船身我预计就是这边放一排，应该放两格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上面再放一排。目前我的船身设计呢就是这样子嘛，两格高，这个海浪应该就打不进来吧，根本就不会有海浪啊。这里打算慢慢的上去，然后到这个高度连接这个船头，这里应该会有一个船头的舱室吧，就这样子去，哎，高起来这样。哦呦，总算把船头用出来了，我的船头现身了，而且还排完水，这就是我们船头目前的结构啊。哦呦，好了，船头盖完，那就去船尾。好了，我的船屁股也排水完毕了，所以我整艘船体已经该外观然后内部排水都没问题了，都用完了，船就是这么大，欸，还真的蛮大的，欸，从前面走到后面还蛮大的，坐我的小船出去看一下好了。从远方看过去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哇，好大一艘哦！我原本不是小小的筏而已，现在已经进化成这副德性了。还有时间，我们还可以持续进化。我们船头的空间规划完了吼，两边我有做这个走道啦，这边之后看可以放一些栅栏啊，或是杂七杂八的，防止我摔下去。我有这么蠢吗？它可以一直走到这里，船头这边这里有一个平台啦，之后看是要放什么我的鬼那个什么生我的帆，或是不生都可以啦，在这里中心点附近可以生一根杆子嘛，看要不要扬帆，那个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啦，看我的时间够不够，因为我的第80天好像要结束了。好了，秋风后面这个舱室也盖出来了齁，这里可以到这边上面来。欸，如果没错的话，这边是不是应该要什么掌舵开船，就是在这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应该要再高一点点，然后把这个移到可以直接看到船头才可以开船嘛，通常船都是这样开的吧。
我们后方的主体结构完成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看起来好像蛮雄伟的，太近了都看不清楚有没有。我们一样啊，坐船去外面看一下，那个装饰还没有弄上去啦，就是栏杆，一些栏杆还没有补上去。如果补上去的话，应该会更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的原木应该是够了，够我做这个三木栅栏。哎呦，海豚来了！我把这边补上去，再来看一次。92天，我会不会盖完就真的要结束了？哎，这一集就结束了吗？好了，我把栅栏都放好了，现在的这个楼梯有扶手了，走到里面。感觉不错，而且这里还可以继续往上走，走到这边，这里就是我们开船的地方嘛，看起来好像可以很好的开船哦。那个应该要改造一下，开船用控制杆前进有没有？前进前进，一根控制杆是不是不够、啊？再做两根好了。好了，我又多做了一根控制杆，把它摆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放一个按钮，这个就操纵我们前进嘛，然后控制左右，还有按钮启动，到底怎么启动的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就是大致来说就是这个样子了啦。好，从远方看过去，大致来说是长这个样子。哦呦，感觉还蛮酷的欸。剩下7天不到，秋风想办法把船帆弄出来。没错，在这个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，那个我应该是做不出羊毛的船帆啊。那个看我什么资源最多，就用什么船帆好了。我觉得我去挖一点地狱石好了，直接把地狱石当作帆打在这上面，就结束了。因为地狱石很好取得嘛，去地狱随便挖随便有，感觉好像不错哦。那个目前只剩最后5天了，哎，感觉好像来得及哎。好了，秋风把这一张帆全部打上去了哈，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？我应该在这个横杆和直杆交接的地方做一点不一样的装饰，对不对？很像要有绳子绑起来的感觉嘛，不然这样子真的怪怪的哦。旁边再用一点栏杆做一下装饰，让你这个船轨感觉更实在一点。这个换好了，换好了，在交接的地方都有把它换成木桶嘛，这样绑起来。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啊，98天了，剩下最后2天。这个感觉真的一个不够哎、欸。哎呀，好像还要再一个，对不对？再一个立在这里，2个，这样才够。而且这个帆是不是小了一点啊？如果能的话，应该要再盖大一点。好了，现在不行了啦，也没时间了，赶快再立下一个。好了，我们100天盖出了这一艘。我真的觉得后面这一个船帆有点小，有点可惜。这个应该要再盖大一点，比这个还高。对，那个可惜啊。盖了2张，想不到我
运用短短的时间把这两张船帆盖出来了、欸。哎呦，绕一下看一下，开到船的正面，哎、欸，怎么长这样的？太好笑了吧！我发现这一面是不是比较好看呢、啊？比另外一面更好看，有没有？我们过了100天，把那个小小的木筏，只有9×9的木筏，扩建成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了。哇，帅哦！自己觉得很帅，大家觉得嘞？这个不但可以跟大家交代，也可以跟我自己交代了啦。我自己觉得还不错了，在那种有限资源，这个什么资源匮乏的情况之下，能盖成这样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哦。又是一个本来要度假，结果变成又在干，可恶啊！真的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